啊，让自己跟阿弥陀佛融合成一体呀。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呀，啊，那就是究竟圆满的转过来了。这个不可思议。下经品啊，这个经幕后的一段，祝福不可思议功德。我不可思议功德啊！这个经上说，舍利弗，如我今者，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，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啊！这里引用的就是这一段经文。你看，这诸佛释迦皆以阿弥陀佛为次也。啊，诸佛释迦以阿弥陀佛为自己，自己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阿弥陀佛是我的本身。我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化身跟本身是一不是二。诸佛如来能转变成这个境界，我们能不能呢？能啊，答案是肯定的，问题就是你会不会转，你肯不肯转，你愿不愿意转。你要是愿转肯转，哪有不能转的道理呢？啊，我们修净土啊，修净土就是学阿弥陀啊，我们要学得像啊，啊，像阿弥陀佛那才行啊，啊，学得不像啊，这不行啊，要认真，要努力。啊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呀，四十八愿，愿愿呢都是要救度遍法界虚空界苦难众生。